天主课，为了大家咱来助威。忏悔是良知良明明理外他的灵感，忏悔是代替大悟心罪恶错的境界，忏悔是重新重新心心靠伊的境界，忏悔是真修实的了解定慧的境界啦吼。我看指导一挂来甲咱报告啦吼。忏悔是良知良明明理外他的灵感。那有一个良知良明，